美国总统川普目前并不打算谈论有关金正恩现身的消息，不过会在适当时机说出一些事情。而根据彭博的报道指出，在白宫提供给记者的谈话笔录中，川普表示可能会在本周末与金正恩对话。而北韩官媒今天也释出了金正恩昨天出席典礼的影片，从画面中可以看到金正恩走路显得有些微的僵硬，而迎接他视察的群众大多数都戴上口罩，应该是疫情爆发之后所拍摄的。